姐姐现在要来用这个金箔六角恐龙的家了，怎么了？哦，不用打开啊，你就给它放进去啊，它好放水。里面还有纸没有拿出来，跟卡在里面。哦，好好好，拔下来。好好，都拔下来了。那现在要把……里面不是还没有，要先倒水进去，然后再让它适应一下，然后适应完之后再放去。哦，是哦。对，要这样子。好，那你用吧。对。嗯，姐姐很细心啊。我们养鱼当初开始都是这样子。是哦，这是姐姐的六角恐龙，金箔六角恐龙。姐姐挑的是最小只的。它是白色的，我觉得很特别。真的哦。营养最不良的，哎，啊，不是营养最不良，最小只的啦。好啦，给你啊。可是它是最新的啊，它是刚出生的。好好好好，你喜欢养刚出生的。放不进去。帮我打开哦，好。这尾巴很特别，懂吗？所以我养的也是。好好好，懂。我的鱼后面还有一点。好好好，你要养最特别的，来，你这样子让它适应，是不是？对。你让它感受一下环境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的水会不会太少了？不会，因为它里面还有水，我等一下把里面水倒进去，如果不够的话再倒。哦，好。你说要放多久？半小时。那不是要等半小时才可以把它放出来？对，我们都这样，要让它适应比较久。哦，好，所以要半小时。好，那就半小时后再把它放出来吧。嗯，好，让它适应一下。好啦，已经放了30分钟了，姐姐要把它的这个金箔六角恐龙放进水缸里面了，是吧？可以放了吗？不够倒。可以，直接倒了。我、哦、洗个手。好，打开了。现在姐姐要倒进去了，因为姐姐怕手脏脏的会污染到它的环境。小心哦，可以吗？它是鱼的一种，所以它不能够呼吸。倒进去啊！我要把它抓起来。干嘛抓它？直接倒进去就好了。你想跟它玩了、哦？对，我先把它抓起来看看。哦。因为它不会咬人。因为它没有牙齿啊。对。可爱呢。可爱啊、哦。好好照顾我，这一只300块钱哦，好不好？贵，也不是贵啦，就是它是一条生命，要好好爱惜，好不好？我再倒一点点。好，那你就多一点水吧。老板说这样太矮了。嗯，我它被冲走了。好了，是这样。好，姐姐倒的水呢是纯水，是过滤过的水，很棒的水。OK， 那我们就把它盖起来吧。把全部都倒了。好啊，就全部倒进去。好。扣，来，转过来，拿起来，这样他的家就算完成了。噔噔噔噔，拿好，好，太棒了，完成。